慈悲运行，让佛陀教法远播全球。护持话拨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听闻佛法，离苦得乐。在生命电视台，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经常想这个功德，回向给自己啊，回向给生病的人啊，偶尔请你儿子开车去救马护生员看看马好不好啊，看看牛，看看羊，顺便带点礼物去，礼物就是草他们喜欢吃草，吃玉米啊，然后呢帮助他们啊，干脆又牵一头牛去最好啊，去救哪里有牛要被杀，羊要被杀，带过去那边啊，让50亩很大，所有的动物，甚至你带2只鸡啊，他们一定很欢迎你，对不对？啊，至少有一个地方有人会照顾他，哦，这是我们冬至最大的快乐，更是我内心呢、啊、最大的快乐。昨天晚上我边想边笑，这样，然后就想说以后我要常回来冬至了。哎，我来看到我的马妈妈，对不对？牛父亲呢、啊？啊，这些羊啊，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啊。以后那边还要挖一个大的鱼池，去救一些不能野放的。我们在台湾不能野放的很多鱼，就给它放在里面。
啊，然后那些水，哪一天你就看到马牛啊跑去喝水，哦，快乐啊，啊，所以我想我们要得到快乐，要怎么办？来，让别人快乐，让众生快乐，你保证快乐，就这么简单，啊，别人做错事，你也不要生气，你只敢慈悲跟他讲，哦，你做错了，我想要帮助你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哪怕你儿子吸毒，你也不要生气，生气解决不了事情，对不对？请问阿弥陀佛会不会生气？你杀很多动物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啦啦啦骂你，不会。阿弥陀佛，来来来来，到我家来 ，OK OK。你杀人放火，杀死父亲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来我这边一切都 OK， 保证你成佛。所以我们既然学佛了，各位要用佛的心态来处理事情，好不好啊？因为阿弥陀佛没有骂人，所以我们不要骂人。因为观音菩萨不会讨厌坏人，所以我们不能讨厌坏人。这个叫来老实念佛，真正学佛。真正学佛不能用自己的想法，要用佛的想法来做事。所以有一位在台湾很出名的慈航法师，以前住在我们缅甸，对不对？住了六年，他讲一句话，我用生命赞叹。来念一下，以佛心为己心，啊，不能用自己的想法，要用佛的心、佛的想法来做事情，以佛心为己心。所以各位一定要让别人觉得说，哎呦，我跟你讲话，哦，你的心这么慈悲，像佛的心，一定要让别人这个感觉，好不好啊？你把缅甸的黄金珠宝都带在你身上，都也不是什么好看。因为你有一颗佛的心，那才是最善良最美的。所以念回下来，身如乞丐，心如黄金，啊，我们这个没钱没关系。请问出家人有没有钱啊？出家人很有钱啊，但不是自己的钱。像我们为父法师就是有钱的意思，所以叫为父。但是没有半毛是他的钱，为什么？这都是众生的，对不对？出家人住的地方，别人的、众生的，不是自己的，就差在这个地方。出家跟在家差别，没有自己的房子，没有自己的儿子，啊，但在家人呢，我的房子、我的儿子，就差在这边了，啊，出家在家唯一就差在这边。那请问，有儿子有房子，烦不烦？赶快出家吧！我们没有儿子，没有房子。所以不烦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有儿子的，我生过儿子啊，但是我已经放下了，他不是我儿子了，啊，因为所有小孩都是我儿子，所有老妈妈都是我妈妈，所有女孩子都是我妈妈，不是太太，啊，都是要感恩的，要孝顺的。所以各位，有快乐还是没有快乐？有，但不执着了，不是叫你丢掉。有老公，但是不执着；有钱，不执着。哪一天越有钱，你也不执着。为什么？这个钱是要拿来帮助别人，不是我的。不要有我的。如果你有我的东西，你就会很痛苦。请问各位，身体是谁的？自己你就痛苦了，你会生病。你要说，身体是众生的，身体是土地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身体死了，变土、变水、变火，火葬还是要土葬？决定好没有？啊，身体不是自己的，啊，钱也，既然身体都不是你的，什么是你的？你要这样想，这样你快不快乐？快乐。医生说，你的身体生病了，得癌症，没关系啊，我心里又没得癌症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身体。你就问医生，医生你会不会死？我说会啊，都会死的。你说我得癌症，我就赶快念佛，赶快认真啊，对不对？心里就没有得癌症啊。请问佛陀有没有生病？佛陀也有生病啊。佛陀曾经一天拉肚子70次，你去拉拉看，一天哦，拉肚子不不不不70次。啊，佛陀曾经腰酸痛，动都动不了，
要阿难去给他拿最热的水，摸捧他腰，他才可以站起来。佛陀曾经发烧，烧到那个水滴在地上，佛陀叫大家离开，几千万度谁也不能碰到佛陀那种发烧的水。佛陀痛不痛苦？佛陀说有身体都会痛苦啊。佛陀活到几岁知道吗？80岁。如果你已经81了，你比佛陀还厉害啊。哇，已经佛陀活到80岁也要视线死亡啊。所以各位，佛陀就告诉我们，身体不是我们的，金钱不是我们的，感情不是我们的，房子不是我们的。缅甸也曾经发生过战争，我们华人跑光光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就觉得，哦，什么都不是我们的，对不对？逃命要紧啊。所以佛陀说，念下来，金钱五家共有，你所有的钱不是你的，是水灾的、火灾的，啊，强盗的，还有一种人叫什么贪官污吏的，还有什么败家子，钱不是你的，妈妈拿钱来，你不给他还骂你呢。我碰过一个老菩萨，他儿子不给他钱，他把他从二楼踢到一楼去，很可怜。啊，后来我把他那个老妈妈借来跟我住，那就是我丈母娘，我就是因为这样结婚的。啊，我结婚不是因为爱情，因为他很苦啊，所以，但是他很有钱，但是你越有钱，儿子越要跟你要钱。他说：“妈妈的钱都是我的，因为爸爸死了，都是我的。”啊，他觉得他很可怜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点一定要想：这个世界什么是你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但是佛陀说有。佛性我们都有，我有佛性，你有没有佛性？蚂蚁有没有佛性？都可以成佛，这才是我们的生命，不是钱，不是外表，不是身体。这一点你要一直想哦，你要一直想，你不能光今天讲，然后今天哦，这位法师这样讲，想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哪一天你女儿回来哭哭哭，为什么哭啊？我老公外面有女人。正常，我早跟你说的，老公不是你的啊。所以有一位香港的菩萨有一天来跟我哭，他说：“海涛法师，我要自杀，因为我儿子出国去被车撞死了，我有一个啊，我真想死了。”所以我说：“你看佛就跟我们说了，儿子也不是你的，但是重点是什么？你的心要掌握住，不然你会痛苦。”他说：“我真想自杀。”我说：“对呀，所以这个重点不是你儿子死了，是你的心不见了，很痛苦啊。”所以佛陀要我们开悟啊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。所以佛陀时代有一个漂亮的女人，漂亮的女人，结果她跟她先生带两个小孩子要回家，结果带两个，她的先生呢走在前面要保护他们母子。结果走在前面的时候被一只毒蛇咬死了啊。他走到啊，先生死了啊，他就哭啊，埋葬以后带两个小孩要过河，结果一个小孩子不小心掉下去啊，结果另外一个小孩子呢要去救他，结果两个小孩子都死了，剩下他一个。那等他过了河以后回到家，他才知道他爸爸妈妈也死了，我房子也被火烧掉了啊，就发疯了。发疯以后啊，他就没有穿衣服，发疯啊，到处跑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也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在那边等他，等他来以后，释迦牟尼佛马上叫人家穿衣服给他，啊，然后跟他讲，你去看哪一户人家没有往死过人的，啊，佛陀给他加持，给他讲这个生命无常，什么都掌握不住的道理，他就开悟了，开悟以后要出家证阿罗汉。所以各位，我想我们不用等到这个时候。为什么要听故事或听佛法？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？会不会？都会。如果你要做菩萨的话，所谓阿罗汉是别人发生的苦我不要，所以我要赶快脱离痛苦，叫证阿罗汉。什么叫菩萨？菩萨是所有众生的痛苦都是我的痛苦，这个叫大悲心。
所有众生的痛苦都是